斯班，然后王玉琪，我们在这边学很多东西，然后就是做一些在电脑上就是自己想的游戏。你是坐船，你好，那么摇来摇去。然后玩的就觉得很高兴。然后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俄罗斯方块，然后它在网络上是一个很夯的游戏，所以想要模仿一下，然后做一些网络上没有的功能，像是当然网络那个 Facebook 上面的那个 Tetris 有一些。可以当做借镜的，像是那个方块一下来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灰色的东西，就是它下来的位置，所以想要模仿一下，然后想要做的很真，然后功能可以更多一些。